身上哦有带上151的选手，他护目镜上有一张纸哦，他刚有撕掉，那个就是哦，在有脏污的时候，他为了视线更清楚哦，他可以直接哦把它撕掉。好，间隔20秒，马上就出发了。1510庄胜儒马上也出发，出发了。去年也比到相当好的一个成绩。来宾跳跳车了啦，你就一来宾下坡，我们再跳跳车。好，接下来1514黄义才哦，这是老选手，现在是厂商哦。好，出发啦，阿宅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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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改不会改。哦，加劲哦，果然有够五差哦。他就那个不会。接下来1511的选手，他那边长得很好，他那边飞啊，飞飞哪？不容易飘一点。3比2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劲好，五啊。